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射中你的，我下次一定不会了。不是，不是，没有下次了，我以后肯定也不会。不是以后，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这么不小心了。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老夫人、少爷。 大夫怎么说？严重吗？腿伤伤势还好，已经给他止血上药，说是轻伤，只要能醒过来就无大碍了。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好了好了，老爷。爹，我和倪儿发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省人事了，想必是从那个山道上摔下来的。 此人是何来历？打听清楚了吗？没有，是何来历，还得等他醒了再问他。他还能醒过来吗？他都昏睡这么久了，动也不动。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的剑伤到的他，我当然有责任看着他了。你，宁儿，听爹的话，不要胡闹。我要看他醒过来，我才安心。听话，回房去。哦。 找两位丫头在这守着，等他醒来若无大碍，问清楚是哪家的公子，就把人送走吧。嗯。此人来路不明，咱们还是少招惹是非的好。诺。嗯。老爷、夫人、少爷，你们两个去把门看好，别让任何人进去。 去吧，免得又挨老爷的训。我给你带了包子，饿了吧？小姐，我不饿。哎，她怎么样？一切都好，只是还没醒。她长得好生俊俏，却不知是何身份。从她衣着上看，绝非寻常百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他醒了，是啊，小姐，我去禀报老爷。你快躺下，大夫说你得好好休息。你怎么了？头疼吗？你快躺下吧。你是谁啊？怎么会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你家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怎么不理我？哎，哎，你腿还有伤？怎么了？你为什么不理我呀？你是听不见还是不会说话呀？ 干嘛呀？包子，我可以吃包子吗？啊，可以吃。原来你会说话呀！哎，你一个一个吃，这么急干什么呀？老爷，老爷。 慢点吃，我不跟你抢。啊，爹，哥，他醒了。
可是，好像我哪里不对劲儿。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你叫什么名字啊？哥，我问过他了，他不理我。 拿水，水来了！哎呦，小姐，没事没事。好点了吗？嗯，还行啊。这大夫不是说醒来就好了吗？ 包子没有了，给我包子，我还要包子。啊，侯瑞，快拿个大夫！啊，不是，拿个包子，喊个大夫。诺小姐，还能吃啊？包子呢？大夫，怎么样了？ 他的身体已无大碍，都是皮肉伤，只是头部被重物所伤，淤血阻塞，压迫到头部经脉，失了心智。那失去心智会怎么样呢？遇事反应迟缓，言语行为宛如孩童一般。那何时才能恢复心智呢？待颅内淤血散尽，或许会好些吧。谢谢大夫。大夫这边请。 你不吃了吧，爹？此人如何处置啊？天哪，你都吃了5屉了，还打我！把他送走吧。不行，不能把他送走。他现在都傻了，也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要是把他随意丢在大街上，万一被人欺负了，或者是饿死了怎么办？ 爹，您就把他留下吧，怎么样也得等他恢复了神智再送嘛。此人非亲非故，脑子又不清楚，留在家里闯了什么祸怎么办？不会的，我会照看他，不让他乱跑。哇！快拦着点他！哎，胡瑞，看着点他，他腿上有伤。公子，你先坐着吧。人是我伤的，也是我救的，怎么样都是应该我来照看他嘛，爹。 你不能把他送走，反了你了。你要这是行善，爹，您不是经常教我们日行一善吗？难道随便说说的呀？哎，你怎么把这个弄坏了？虎儿可赔不起，你就乖乖坐着好吗？爹，我觉得您要说的其实有道理。况且这人身上还有伤，放出去不管也有失情理。要不就暂且留在家里，待他好了再送他走。 到时候，凤儿一定亲自送他走。嗯，你怎么这个疯子？爹，把他留下来吧，求求您了，就把他留下来吧。罢了罢了，此事放他出去，我也于心不忍，就暂且留下吧。爹爹，小姐，快来！就你，你把他叶子呀！ 还是没有消息吗？何大人，还是没有消息。不过，拉车的马已经回来了，也在山崖下找到了摔残的马车。只是洛王和那个侍卫。
我们也没找到尸首，实在是奇怪，会不会还活着？大人，为何我们不张榜寻人啊？堂堂一个王爷无故失踪，闹得满城风雨，有损国威。大人英明。只是他欧阳子瑜是在本官的宴请之后失踪的，本官又岂能脱得了干系？哎，这人一日找不到，就一日不得安生，最怕被朝中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挑拨，那就对本官大大的不利了。大人放心，下官这就去加派人手，就算把京城翻个底儿朝天，也一定为大人把人找到。不过大人，这洛王一出事儿，天家就将锦绣大会全权交由您操持，实乃是众望所归呀。去办你的事儿。爹，自从接榜参选，咱家店铺客源不断，大有与苏家并肩之势。虽不知最终的结果会如何，我的心里还真有些忐忑。做事在人，成事在天，平常心待之即可。无论输赢，谢氏也还是谢氏。爹说的是。对了，你们救回来的那个人，打听到他的家人了吗？他还是一问三不知。除了吃就是玩，真如大夫所说，像小孩一样，实在是问不出什么来。继续派人打探，不得让他乱跑。当下安心备选，才是正事。爹，嗯，要不让他去作坊里干些轻活吧，也省得他整日玩耍。嗯，也好。我跟你说啊，玉那个区。小姐带回来那个傻子吗？那个傻子，喊你呢。姑姑，你看没看见我们那个蛐蛐？啊，什么是蛐蛐？嗨，你问他干什么？他一傻子，知道什么呀？快看。想不想看什么是蛐蛐？快给我看看！少爷，怎么样？找到了吗？那日灯会人太多，小的问了几圈，都说不认识那位姑娘。少爷，这不过是一条卷子罢了，实在不值得少爷费这般心思。他既然能随身携带，必定是心爱之物，还是物归原主的好。快来找我呀！娘姐姐。还不在这儿？哎，这傻子在这儿找什么呢？一天到晚也不干活。找不到你了，娘姐姐。走。哎，你过来，你找大小姐。大小姐刚刚正好找你去啊。走走走走。哎，还了我，接着。还了我。哎，这边这边。小姐，看你是活不够多吧？他可是我的人，你要不准请他。是，走，我们干活去，干活去。以后有人欺负你就跟我说，我找哥哥收拾他们。好。
乖，带你吃包子去。真的，有包子吃。走走走，吃包子喽。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包子。哎，你腿还疼吗？你头还疼吗？你今年几岁了？好吃。十五。十岁。五岁。我还要吃包子，看见包子都不要命。你这么爱吃包子，那不如就叫包子好了，包子。我叫。炸的好好吃，小姐，她的衣裳洗好了。啊，给我吧。月儿呀，那人是你吗？你唱乌落花，陪我数年华。人间风雪凉，烟火香，都有你。这件衣裳是你的，帮你洗干净了。还有这个玉佩也是你的。可千万别弄丢了。你要我帮你捡。行吧，那你站起来。哎呀，女孩子头发不可以乱碰。姐姐别生气，我错了。那你以后要乖乖听我的话，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那你叫什么？包子。那包子愿不愿意做我的大布娃娃？有漂亮衣裳穿哦。我愿意，要吃包子，穿漂亮的衣裳。真乖。姐姐，你要干什么呀？我要把你变漂亮。好看。妮儿，你干嘛呢？我到处找你。你看，打扮大布娃娃呢。我好看吗？成何体统！这让爹知道了，又该生气了。快摘下来！不许拿，不许摘！不能摘，不能摘，不能摘！我是一个大布娃娃，这是妮儿姐姐给我戴的花。多好看啊！我也让你变好看。哎，不行，来，别，使不得！别胡闹！我也来。别跑啊！姐姐，你的眼睛里有我哎！你
的眼睛里有我啊。真的？哎呀，姐姐，你好美啊！此事当真？千真万确，那些寻人的手里拿着的花像和包子长得极其相似。见过没有？没有。看一看啊。哎，老板，您看了新鲜的？见过没有啊？没有，没有。啊，真没见过。我也真没见过。行，走吧。拿着。此人究竟是何来历？竟让官府秘密寻找。凤儿，此事不宜拖延，即刻把人送走。咱们家参选在即，在这个节骨眼上，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乱子。爹，孩儿尽快去办。爹，哥，看到包子了吗？没有看到啊，怎么了？找不到他了。妮儿，包子的伤现在怎么样了？他的伤已经完全好了，就是脑袋还想不起来什么。那孩子跑丢了，他的家人一定很担心。妮儿，送他走吧。送去哪里啊？爹，您不是答应我？是，但是他整天待在咱们家里，他的家人自然找不到他。把他放出去，家里人若有心，一定能碰上。那万一要是碰不上呢？包子真的会饿死的。如今太平盛世，乞讨也会有口饭吃，怎么会饿死？再说。你一个小姑娘，怎能整日和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在一起？妮儿，妮儿，要不就听爹的，让包子早日回去和家人团聚也好啊。好啦，那爹您不准插手，让我好好跟他告个别，再把他送走。最迟在忙完大会比试之后，人便要送走。嗯。姐姐，你怎么了呀？包子。如果有一天，要是让你离开我，你会不会恨我呀？包子才不走呢！妮儿姐姐的家，就是我的家。姐姐，你不会是不要包子了吧？别不要我呀！对不起，我答应要照顾你。你有你的家，终归是要回去的。可是，姐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不哭不哭，姐姐不哭。我没哭。快不哭。你要是不傻该多好啊！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以后也不能忘了我。姐姐，你别哭了，你哭的样子不好看。我哭的哪里不好看了？不好看。好看。那姐姐，你
别不要包子好不好？嗯，好吃。这个呀是山茶花，是最清新美丽的花。山茶花。嗯。你认识吗？山茶花，最美丽的花。小时候呀，我跟我哥哥经常在院子里采花。宁儿，宁儿，你看我摘了这么多花，你喜欢哪一个？喜欢这个。好的，拿着，我帮你插上。真漂亮。真的呀。嗯。宁儿，你以后想要什么告诉哥哥，哥哥一定会想办法的。谢谢哥哥。拉钩。好。拉钩上吊100元，不许变。真好看，张个圈。好看，好看，喜欢吗？喜欢。入选了。哎，宁儿，公示局来的通报，我们家入了中选了。真的呀？嗯，我这就去告诉爹。太好了，豹子，你听见了吗？我家入选了。入选？等我们锦绣大会胜出之后呢，我们家就是贡商了。那还有包子吃吗？你怎么就知道吃啊？怎么了？打疼你了？没事吧？疼吗？嘿嘿嘿，骗你的！你学坏了，包子，你个臭包子！哼！想那谢家不过是草根出身，靠着祖上在街上挑担子卖丝线发家，啊？有什么资格跟咱们苏家相提并论？如今一并入选，真是着实可恨。入选凭的是实力，你何必如此懊恼呢？只要尽了本分，全力以赴就可以了。大哥，你不知那谢家有多奸诈，借这次参选，在京城内大肆造势，已将自家鼓吹成贡商的不二人选。他们家的生意也比过去足足好了30%，竟有赶上咱们家的势头。若是再放任不管的话，恐成大患。我苏家从太祖那一辈起就是进城的贡商，自当有些气度，何必惧他呢？啊！想那谢家再蹦跶，也只不过是个小蚂蚱。不过，万一……大哥。咱们是不是要早做打算呀？此话何意啊？哎，不可！世人皆知，我们家与公事关系密切，此事更应避嫌才对，否则我们苏家的名节还要不要了？大哥优柔寡断，若是阴沟里翻了船，那才是毁了名节啊！再说我又能图什么呀？我苦苦守着苏家的产业，还不是为了文宇吗？大哥呀，这兄弟无福啊！你弟妹过世以后没给我留下一儿半女，我这辈子只能靠着文宇活了。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文宇吗？如今谢家风头正劲，再不趁早打压下去，那是后患无穷啊！这一回，我是不能听大人的了。公明啊，我们从商的人向来要讲究诚信，不坑骗，不害人，那是我们商家的本分。千万不要走上邪路啊！啊，大哥，你胆小怕事，处处忍让。到最后，咱们苏家的地盘和生意全被人夺了去，我看你也是毫无怨言的。这种耻辱，大哥受的，兄弟我受不得。哼！
二老爷，公事局进来可有什么消息？正要告诉二老爷，刚才高大人差人来了，正巧您跟大老爷在厅里议事，小人就没敢向您禀报。说什么了吗？说最近啊，高大人家里缺些东西。来的人还说，高大人等二老爷您把东西置办齐了，就让您去他府里叙叙。高大人有东西要转交给您。哼，二位皆为首屈一指的绸布商户，今日一并进入中选，本官先向二位表示祝贺。草民谢过袁大人。现在由商会会长宣布比试规则。此次比试共分为三轮，每轮由公使官员及在下评判，胜两轮者即得共商名号，如在一轮中某方获全票通过，则另一方自动出局，不再进行下一轮比试。若一轮中双方打平，需加试决胜负。不知二位明白与否？明白。明白。第一轮比试题目为刺绣，交题日期为两日，主题为春。二位，本轮刺绣需在公示局所发的布料上进行，不可调换，不可污损，更不可遗失，否则视为自动出局。两位老板各自去准备吧。草民告退。这次参选少东家可是志在必得呀。苏老板何出此言？论实力，我们谢家怎敢与苏氏并肩呢？哼，少东家谦虚了，这谢家现在的名声是越发的响亮了。京中谁人不知城东谢家呀？要是夺得了贡商，那可就越发的了不得了。苏老板说笑了。少爷，时间有限，根本无法完成双面绣，若只绣单面，未免单薄，这可如何是好啊？是啊，还有这主题春，唯有百卉争艳，满目繁花之景最可表达。可是这两日时间太过仓促，根本无法达成，看来这次是要输了。
桃花呀。桃花，哎，真好看。好看吧？妮儿姐姐也好看。那我让包子也变得更好看，好不好？哦，不了，上次你给我画的我都洗不干净。哎，这次不会的。哦，不。哎呀，你别走，你试一下。你别过来。你别跑。不，你别跑，别跑。哎，又闹什么呢？哥，包子不是故意的。没事。哎，包子。你不是想吃大包子吗？厨房有，我带你去。有包子，走走走，去吧。记得给我带一个。好，知道了。有包子。你跑回来。这画的什么呀？参见大人。诸位坐。苏老板，先展示一下苏氏的成品吧。两日时间实在是太过仓促。苏某，没想到名动京城的苏氏也有如此为难的时候啊。但是苏某不敢辜负各位大人的信任，以家中绣工拼尽全力，就是希望不让各位大人失望啊。这么短的时间，绣出双面刺绣，这么好，居然是双面刺绣，是真的假的？你误人又怎样？苏家的工艺真是巧夺天啊！这也太厉害了！双面刺绣，苏家还有谁能做到这等地步？栩栩如生啊！此幅绣品实乃上乘之作，苏氏绸布庄名不虚传呢。多谢袁大人夸奖。袁大人，在下文王，恕在下直言，两日之内绣成这等大型双面刺绣，实非常人所能，在下也是惊奇万分，所以想向苏老板请教。那就请谢老爷上前一看。确实那日发的布料并未替换。谢某佩服，有劳了。谢老板，展示你们的成品吧。谢氏，这也太简单了。这也太简陋了。谢氏的这幅绣品倒是挺省事儿啊。回禀高大人，诚如苏老板所言，两日时间着实太短，谢家并无三头六臂之人，实在无法在两日之内拿出双面百花刺绣了。不过大人给出的题目是春，草民则认为我们的这幅绣品更符合春之寓意。此话怎讲？我们的绣品想法来源于小妹的一幅画作。诸位大人，所谓春，在世人眼里往往是百花争艳，但是我认为最能代表春天的恰恰该是花期虽短而又第一枝想要在早春开放的桃花，不辜负自己的生命。花亦如此，人亦如此，无需与其他人争奇斗艳。早春的桃花就像世间万物对春天的期盼，所以我认为无需热闹，无惧严寒，它睁开不带叶，像春天的使者，给人
人间的第一个微笑。这就是早春的桃花。但还是太普通了。既然如此，大家开始投票吧。